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子晨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 Focus 的冷气滤网怎么会弄在这个油门踏板旁边？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怀疑耶，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我很难弄，又被油门踏板挡住，然后这个空间又很小，然后反正呢，我最后还是把它拉出来了。那拉出来以后呢，我就发现，你看上个人把它塞的也是塞的密密麻麻，那新的要进去也是很难进，所以我觉得，设计不良。那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我觉得油门踏板拆掉应该还不错。OK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这台是2005年以后的福特 Focus。哎呀，你看我的小手。但是冷气滤网，如果你太脏的话，出风口的风会很小，然后如果真的发霉还是有脏东西会有异味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也不贵，我是建议三不五时就把它换一下，因为夏天这么热，冷气是很重要的。你看三个人塞得密密麻麻的，都变形了，所以我觉得有点